此时此刻走在红毯上的就是一举入围了九项大奖的此时此刻剧组团队，有别于一般爱情题材哦，刻画疫情期间的非典型都会爱情故事。其中金钟赏客黄璐子英不仅在主持界大放异彩，今年呢跨足戏剧圈就入围了新人奖，在此时此刻里面饰演假装盲人的网红，演技生动自然，情绪丰富，大获好评。没有，此时此刻我还招架得住啊！好险有我的学姐露露在我身边。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恭喜你们入围了戏剧系最具潜力新人奖啊！辛苦你了。不会，谢谢学姐。那我想先请问学姐哦，你在剧中啊是饰演一个假盲人，对，那你有什么样困难的地方吗？还是有好玩的地方？困难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大帅哥林柏宏在我面前，那我却要假装看不到，那是最痛苦的地方。但是最后还是有一点一些啊，对啦，就是也还要在爱情里面装盲，这个也是有一点难。是，那想请问一下许丽婷哦。哎，你好，大家好，许丽婷。那入围一生一次的新人奖，你现在心情如何？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开心，因为一生只有一次，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真的，预祝你们两位都能得奖啊！好像只能一位哦，没关系啦，你们的几率已经占了40%了啦。好，恭喜你们，谢谢。